是想求我帮你救明珠吧？你是御风阁的人，为什么不去求三皇子呢？殿下为人光风霁月，他出涉朝政，我不想让他为我趟这趟浑水。这可不是求人的态度。我为你救人，又何好处？冯大人诡计多端，手眼通天，可以不伤一人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我带出定远侯府。 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可以救出明珠。你说这话，我竟不知道你是在夸我，还是在骂我。只要你肯帮我救出明珠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真的什么都可以吗？放心，我什么都不会要求你去做的。那日在定远侯府，在陛下面前。 胸前的伤好了没？哎，你不要误会，我就是担心你一下，这是宫中的药膏，对烫伤有奇效。好多了。那甚好，既然好了，就陪我去街上走走吧。冯大人最近公务是不是过于清闲？你可不要忘了，左相和陆远同一直在怀疑我们的关系。 若是我们两个如此疏远，他们会怎么想呢？若他们再深扒一层，查到你和明珠的关系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，做戏做全套，走吧。